Apple Watch 提供多种不同样式表盘，可以依每天的心情和穿着打扮来换上不同样式的表盘使用，而且更换方式非常简单。只要是在时间界面，如果你是在主画面的话，只要点一下中间的时间 APP， 就可开启时钟界面，然后按住表盘不动，手表会震动一下，就可进入制定画面，然后就能左右滑动，选择喜欢的手表样式。下方有显示制定，表示你可以制定手表上的各种元素。点一下制定，画面上有三个方框，表示这三个区域是可以制定的。现在在绿色区域，你可以转动 Digital 框来更换上面的元素，显示电量、码表、计时器。右上角这个绿色绿点表示你现在可以滑动可以选择的样式。设定好之后，点击另外一个方框制定它。设定好之后，按一下 Digital 框，然后再点一下就能套用。如果内建表盘不喜欢的话，滑到最右边还可以新增喜欢的表盘。向上滑动也可以删除。